三人合体很有意义耶。对啊，没错，久违的三人合体。没错，我相信媒体朋友们也非常思念我们，而且前阵子应该看 Ella 也看到腻了吧。终于今天带了两个前辈一起来，非常开心。但是真的，其实 Virgin 每年真的都有那个慈善月历啊，或者慈善的活动。是。然后听说明年要成立慈善基金会，真的很为这个企业开心。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照顾自己身体健康之余，还有别的能力，再去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。嗯。有姐妹在，是不是 Hebe 就比较不用担心她讲很多话，或是？真的，你们她很松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她很松啊！你看她松的跟她头发一样蓬松。我的心情很松，但是我的肌肉很紧。哇！因为我代言 Virgin。紧。好啦，有什么问题啊？要变更瘦嘞！又金针菇了呢。有对啊，因为我今天看到姐妹也是蛮久没有见到我，然后都觉得我有变瘦，所以我就很开心，觉得自己的努力都有成果这样。但是歌迷很可爱，他们在鼓励我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每次在我的那个留言下面啊，他们就会留言说我轩又瘦，我轩又瘦，但我轩就是脸亏啊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讲的也很有道理，真的瘦成金针菇，下面比较细，你想上面比较大的。对，我讲错了，我不应该讲金针菇，因为金针菇就是头大、啊。对啊，那你要什么？再换别的菇类，哪一种菇？重新许愿，有没有什么从头到尾都是细，然后有点曲线的？菇类好像很少这样的。那如果是别种菇呢，或者是别种植物有吗？你看你们也不知道，对啊，曲线有曲线的葫芦吗？啊，葫芦啦，瘦成葫芦了，瘦成好啊，还不错，瘦成一个疤，瘦成一个疤。最近是瘦身有下很多功夫，我觉得很苦。有哎、欸，我就是找那个营养师，然后真的是很认真的饮食的控制，然后有搭配这个运动，而且我其实觉得最大的收获是，我觉得我身体变得比较健康，嗯，就是每天都会喝很多水，真的很多，好棒，喝了2800cc 的水，然后跟无糖的优格，这也是我养成很好的习惯，因为我以前是不吃的，然后我就是接触营养师之后才发现说，其实我身边就有一个营养大帝耶，那就是田馥甄，对啊，因为我在做这个事情。他平常都是有在做的，因为我真的平常就大量喝水，然后我自己就很爱无糖 yogurt， 对，不谋而合。他说他要吃的东西，其实是我平常刚好就热爱吃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难怪他可以永远都保持如此那个对仙女般的仙女般的身段，真的就是其实我发现饮食真的也是占很大的原因。因为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合体，我们讲一下说最近大家各自都在忙什么，好不好？从 Hebe 开始。好啊，被点名。我在啊，我忙完了演唱会的巡演告了一段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台北的小夜曲，然后之后在高雄的演唱会。我 Selina 呢？我在创作，创作，忙着一些撰写一些东西。我在写，对，为了自己的年底的作品在努力，这样非常努力，因为有点难度，但是我自己是期待可以把这个东西真的是诞生出来啦，不管花多久的时间，反正我会努力。嗯，然后我最近呢，就是那个，他就接代言接到手软，没有啦，都让媒体看腻了。不是啦，看到你，我想说你们问什么问题，你们问，然后好问的人，让我回答一下，让我回答一下。我最近都坐飞机上班，因为接下来就是《蒙面》第二季开始录影了，对。然后前几天才刚结束第一期的录影，那接下来就是大概每个礼拜飞一次，接下来就第二期的录影，对，然后再来就第三期，对，就录一整季这样。交代很 detail， 对。然后希望我两个姐妹可以来参加，好吧？来蒙面一下，唱给我们听，大家就知道了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他靠脸吃饭，人家蒙面。那你露屁股，讲话真的咋那么漂亮？那现在已经可以就是跟静宝分开几天了吗？想猜你这问题真的是，我昨天啊回到家，然后我两个晚上没见到他，然后我昨天一回到他家，回到家的时候，他家，然后他家不就你家，是我家了。然后回到家以后，他刚好刚睡醒，然后所以他还有一点点懵，没有真的完全清醒。然后他一看到我，就有一种很茫然的感觉。你是谁？对，然后来过一下子，他就扁嘴开始哭，然后我就觉得就不想看到你，他想看到生阿姨啊。不是太坏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不能离开他太
太久，因为他会有点忘记我。可是今天早上他睡饱了，清醒了，我一看到他，我就跟他说 Jinbai good morning， 然后他就对我笑了，所以我的儿子确定还是认得我的。我跟你讲，母亲都是有玻璃心，真的。我们在 Ella 身上就是真的亲眼看到这一切，对，看到就是别于平常以往的他，就是而且以前讲的多潇洒，以前真的随便的，没关系啊 ，Let it go 啊，就随便养啊，真的。哇，现在母爱喷发，真的哭超过三声我就腿软，就要赶快去抱。那第二声的时候你是会准备抽筋，忍到有点抽筋。可这就是母性可爱的地方，对啊。平常他就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人，然后都会说什么东西都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可是碰到进宝的时候，他就非常的有所谓。对，我两个姐妹刚才车上一直在嘲笑我说：“哎呀，陈嘉桦，你看看你以前讲的什么话？你看你现在，你哈哈，他们就一直笑我。”我说：“你们两个之后就不要给我生孩子，然后到时候就变成跟我一样。”不是嘲笑，其实我们那是在开你玩笑。但是我觉得真的让他 Ella 让我们见识到，就是母亲真的很伟大，会改变，真的。因为 Ella 都办得到，全天下母亲应该都办得到。笑什么呀？你是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啦。Ella 说他之前有传那个秘鲁高峰节照片给你的。对啊，你要看吗？等一下我手机。哎，冷静一下。那个照片的感觉是什么？吓疯了！我有跟他们讲说那个橄榄球的照片啊，我觉得看到我觉得就是人体的不可思议，对，就是母亲为什么可以为了就是孕育一个生命，孕育一个全新的生命小孩，她的肚子可以被撑那么大，之后她胸部也可以被撑那么大，而且那个是不舒服的，对，我们看起来你光看照片就会觉得是不舒服，就觉得可能我觉得人体真的很奥妙，像比如说你生孩子生完小孩啦，其实因为你在怀孕的过程啊，你身体很多地方会有黑色素沉淀。然后那时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，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要沉淀吗？因为他就是要为了让孩子，因为小婴儿一开始出来只看到黑白的东西，他真的就是需要找到就是点，然后就是可以喝奶。我觉得身体真的太伟大，真的是这样，医生说的吗？是这样。那黑人怀孕的时候该不会是变白的吧？这我就不知道，不然怎么他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，可以讨论一下。真的是这样哦，真的是因为了小孩子才变成这样。哦，那母亲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当妈妈太伟大了，所以希望真的那个结了婚结了婚以后强生孩子的人赶快生孩子，去感受一下这个孕育生命的美奇妙的过程，真的。然后大家都要爱妈妈哦，真的，男生也要爱自己的老婆，没错。讲到那个沃君教练都会拍那个阅历嘛，是觉得你有可能就是哦，因为我不是教练，所以我不需要拍那种照片。来下一题，你是说那个拍全有一天吗？这样我可是搞不好有一天可以吧？不是因为人家无极限的，不要无设限。你们想一想，人家教练卖的他们是卖慈善阅历，可是万一我的阅历一本都卖不出去，那会很穷。不，你出的，你一旦要出，那就是写真集或者是就是像志玲姐姐那一种那一种。对，可是我没那个，我现在身材已经消疯了，没办法。没有，你身材好的时候，他就一定会做这个梦。我会帮你鼓励。你们不要鼓励这个神经，不要鼓励我。那静宝有感受到静宝比较喜欢谁吗？你说我跟 Hebe 吗？没有，他最喜欢就是我啊。他抢答哈，妈妈以外，妈妈现在已经玻璃心了，我们不要再问这一题了。好像我觉得他现在可能还没有太大明显的表情，他要等他大一点，应该就会比较明显。但是基本上，珍珍阿姨是小孩杀手。对啊，小孩都爱珍珍阿姨。对，而且我发现我看到小孩会有一点怕。因为我们那天去 Ella 家，他就很热情，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们要帮他刷牙，那感觉很奇妙。”然后我们就说：“好啊。”那想要一人刷一边这样，那我就先。结果我就是很认真的刷，因为我有帮我的狗刷牙，然后我就说这样进去，那内侧外侧都要滑到嘛。他说要，然后我就这样滑，就他就哭了。他一哭，我就手马上伸出来，我说：“哎，交给你。”结果真的，手一放进去，啊，金马呢？那他手指头又比较纤细，可能就不知道是不是他就很舒服，然后静宝就不哭了。嗯，然后这个在我心里面留下一些阴影，创伤吗？萱萱阿姨，求萱萱阿姨心理阴影面没有，因为她那时候有一点想睡觉了啦。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个感觉很奇妙，是因为静宝会咬你的手指头，对，你就觉得好好玩，好玩。然后我就很想跟我的姐妹分享，对，对啊，我就叫他们一定要帮她刷牙试试看。好，那三个人接下来还有合体的计划吗？好，时间到了自然就会合体啦，对不对？九月份快到了嘛，好不好？敬请期待。记得我要不要讲几遍？保持你们手机网络的畅通。好了，就这样啦，没事了，拜拜。你知道大家都以为是要抢票。